后要带来的解放，解放哦！所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 Miniko， 压抑很久的 Miniko， 是 Miniko， 解放，解放夏宴，金门海洋风。你乖乖坐在这里啊！哇，然后上这首，准备好了没？You're fun and stuff, but does he know how to wind you up?非常旺，他的邻居都几岁啊？啊，你们你几岁？十三，十一。所以加起来是62。62啊，不是，45。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真的好小啊，好小啊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就是说。他们第一首歌跟第二首歌的落差有吗？有出来？有出来哈。那首歌那首歌现在在韩国哈。嗯，你会出来啦。那现在不要给大家放这一首歌了。现在韩国那首歌是禁播，你知道吗？禁播对不对？因为那太煽情了，爆不爆不爆不爆
不，为什么你跳起来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跳一次，来，一二三四，你站在韩国禁播，因为那个太猥亵。哦，太猥亵。可是他们跳起来好可爱。好可爱，他们跳起来。掌声鼓励一下，掌声。而且我觉得就是。十一岁嘛，对，十一岁。哦，我十一岁还在打水漂，他们律动乐已经这么好。你不是打阿飘吗？我十一岁打阿飘，还你们在出来呀？还是啊，哎好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真的有让你们为之一亮哦，裁判老师是六队哦。我们现在我们三个头好痛哦，真的头好痛。麻烦一下，都是第一名，普拿疼好不好？给他们一人五十颗普拿疼。我是想问，重点是说，那第二位那个穿红色，你有姐姐吗？你有姐姐吗？可以介绍给我吗？她明明有，她就是姐姐了。啊，都是姐姐啊！那谢谢，那我先回台湾了。谢谢，乱七八糟，人家年纪还小。对，可以当我女儿了。女儿，对对对，是当朋友，不然够几年？不然让老贝老不然催你。所以真的表现的真的不一样哦，漂亮。每一队都有他们的。哦，主题存在、欸、真的、啊、我觉得他们去韩国发展不错，少女时代啊，真的太棒了。对啊，比那少女时代还要。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年纪那么轻，可是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，是完全不会怯场，完全不会。对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再给他们一个加油的掌声，好不好？真的真的，所以我介绍他姐姐给我，但是再给他加分的、啊。哎，人家就没有实力啊，他凭实力的。哦，比你口音好棒，就是那个他，就他姐姐的嘛，不是吗？对啊对啊，你赶快主动说你是他姐姐啦！哎呀，31岁未婚呐、啊！对啊，不要女朋友，对对对。那个郭田郭总可以来制止一下好不好？那个阿彪把他架下去了，阿彪失控了，阿彪失控了。而且我觉得金本的女生都好漂亮，真的哦，真的，然后又刻苦耐又淳朴，真的，然后又漂亮，真的，身材又好，真的。真的，我除了你以外啦。我你刚才我不是金门人、啊，你不是、啊，不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再次给 Mini 哥掌声鼓励。感受就是最棒的，谢谢。哦，老师要伤脑筋哦，这个。